儿童游乐园，这个模式对于新手玩家还是很不友好的，太卑鄙了。但今天大家应该都能拿满星吧？哇，吹15个僵尸任务，我是真吹不来啊！好吧，我就展开说说。先种个团息拖住普将，中路不要种植物，如果是一节就种。打死这个巨人后，冰淇淋车差不多也就出现了，但先不要着急，让它慢慢开进来。铲掉向日葵，种岩浆，岩浆喷之前分散越强了。这也没成啊！别急，这不就成了？这东西是要看运气的。这是什么原理？别问，问就是 bug 原理。嗯，